好，今天来到我们最重要的环节，就是魔幻黄甫生。在我们之前技能介绍的时候呢，有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魔幻黄甫生的技能部分。那这个天赋呢，个人觉得单打非常的强势哈，非常强势。这根粗粗的棒棒，这个粗粗的枪挡到我的动画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，完全看不到他的演示的东西啊。好，来吧。第十抽，好，第十抽，先随便画。好，没有，理所当然是没有了。没有加发术，没有加发术，很正常，正常发挥。刚刚的那个魔化黄甫生的口头禅是什么？不入流，不能乱练。哎，好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是乱念，没有啊，怪力乱神，怪力乱神，一点魄力都没有，我加趴树了，来喽，会不会直接毕业呢？等等，怪力乱神，这台词超怪的。怪力乱神，为什么常常画不满呢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第三十抽中了绝了，一、二，第二个，最后一只。我看到呼烟虫跑出来就不妙了，拜托啊，拜托啊，给我怪力乱神吧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拜托！我先看一下，一定是会中魔幻黄甫生吧？呀！干你你啊！我一直在期盼这一刻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次是不是陨加很多只？还是陨胶比较少，这个光色炮是怎样？你看，我就跟你讲，看到呼烟虫就觉得不妙，一个暗攻马上接光攻，光攻不是那个光攻，光攻，哇，哦哟，还要拼吗？陨胶比较多人抽到，是不是？怎么办？会不会这一辈子都抽不到魔幻黄甫生呢？这一辈子，光攻，好，赢家三十抽中，我已经加趴数了啦，所以三十抽中蛮合理，差不多啦。没有说不好，就是第一次不是我想要的。对啊，我还以为我比较习惯抽到男角，结果都是女角。嗨 ，DDT， 怎么好久没看到你了？好，继续吧。什么不入流？才不要不入流！我要魔化黄甫生。魔妈咪贝咪轰，尊神啊！尊神救我啊！尊神。第四抽没中，很好，漂泊。好，第五十抽，嘿，嘿，阿姆斯特朗炮，尊神不爱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完了，完了，很难，有点难。好，第六十抽，什么毁灭？不是毁灭，不要乱讲。
对啊，我觉得石头没有很多，有点危险。第七次抽了，哎，应该抽不到了，快没了啦，弹药快用尽了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第七次抽，凶啊！拜托啦，拜托啦，给我啦 ！Barbecue 了，库巴库巴 ，Barbecue 了。素魂血咒，这时候该放了吧？啊，该放出来的吧？啊？啊！哎呦，表示刷毁灭了啦！我心痛。来呀！啊！素魂血咒。那画什么漏斗？拜托，拜托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最后一个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拜托，拜托！我没有石头了，我没有十字印了，拜托。我不敢开，我不敢开，我只剩19颗十字印，喝口水。拜托，啊，干你你啊，干，干，干，乌鸦嘴，死刑狂。没有爱属性的暴风，爱属性的人呢？你还真的对我，给我一个爱属性的人，会死啊！啊，这世界多么清新啊！这世界多么美丽！哎，哎，我心好累哦。会不会到时候六星陨家？这跟之前一样，六星小雪一样？怎么办？好累哦，我不想按了啦，这按也不会中啊。哎，好，我们陨家直接有没有？直接四星。哎，哎，好累哦。这倒是习以为常啊。好，我们看他的技能啊，再看一下，再看一次哦。21，转二天生哦，领域是领域吗？伤害提升25%，在就是你，因为允家的人物啊。他是瘸子，就是他是不太能走路，那所以他这边天赋的部分就写说，攻击前呢每移动一格伤害会降低6%，也就是说他尽量不要动，他的伤害会是最高的哈。OK， 好，那这个使用绝学之后会张开这个转二天升天，受到法术伤害降低15%，就有点类似小倩那个的那个小倩的那个。的那个技能一样，好，类似啊，就是降低你的那个法术伤害，然后逐风破耳大家都有，好 ，OK， 好看一下五内哈，先看一下角色，我先把它提升到65等，好，然后语音的部分，啊，这个我就不看了，大家就自己看。占星师。不会只说他们关心的喜事，即便如此，你仍要听下去吗？
我双腿自由有疾，去不了太多地方，拜托你替我多往前走走吧。哎呦，面子当然是香啊，但是我想抽黄甫生嘛。恭贺之言就留于他人吧，比光阴更永久的是什么？我们注定重逢在光辉级的地方。他还在等我，是我拖累了你。他羡慕我什么呢？不用在意我。好看下时装哦。哦，这个是有一点古埃及的那个风格吗？还是埃及风格，对不对？下一个词是什么？它跟纸风的概念是一样的。是还蛮漂亮的啊，你看他这个做的蛮好的啊，你看，先不能讲那两个字哦，旁边有水母是不是？是水母哦，我现在看到，为什么有水母？为什么有水母啦？啊，这是基础的哦，这基础也不错啦，啊。技能的部分，它有阵法啦，然后朱喜垂心星宿状态，那这个星宿呢，射程加2哦，然后两个范围最低的一个友方恢复气血，那恢复量是施术者的 0.7 倍，然后这个再切换一个星石的状态。然后这个大招，这个可以击退一个哈，但是那个范围都可以击退。好，大概就这样吧。然后这个尼加戒狱，这范围内所有目标造成0.3倍伤害，然后再加这个固步哈，这个就是有点类似那个展昭剑脑的部分，就是无法再移动这样子。这还不错，这还不错。然后敌方结束行动的时候呢，在警戒范围内呢。则立刻对其一圈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0.4倍的物攻伤害，并且驱散一个有益状态哈。他是蜈蚣。好，大家就这样子。好了，这次我收到就是花了几抽啊？80抽两只陨胶，以抽到绝品卡的角色来说的话，80抽两只其实算是不错的哦，算是不错的。好了，就这样。OK。